欢迎各位再次收看《五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879集。今天给大家分享铁工厂的煞星小队的第三个成员啊，取名呢叫做马尔巴斯之矛。马尔巴斯是所罗门王七十二个恶魔之一啊，在莎士比亚的笔下呢，它是一个黄金狮子。哎，这个名字还真不是乱取啊，我们这一款这个煞星成员的话，确实有个狮头的造型。那我们就直接上产品来看了哦。首先的话呢，它跟先前的几个同伴都一样，是附带了一个胸甲战士的，而它的兽形态是一头类似于狮子的造型啊。不过还是相对来讲有点抽象，甚至这两侧这巨大的这个零件看上去有点像蝴蝶啊。蝴蝶狮子听起来好像也是很炫了啊。那它经过一个简单的翻折呢，就可以变成一把手枪。手枪的话呢，可以透过造型的替换手，然后做一个握持啊，非常的稳固。那它的话呢，也可以变成一个胸甲。变形的过程也是很简单，基本上就是把头跟尾巴收起来就可以了啊。不过这个胸甲就是一个只是一个玩法了，而且还是比较偏厚一些。我个人的话呢，还是会用原本的一个胸甲来做一个展示。而它多样的配件里头呢，有一个像是这个烈风手里剑的东西，它是有一个联动的效果，这样子转一下，好像那种什么特殊的战斗陀螺一样的东西。那这个的话呢，应该是大合体之后的话呢才会使用的武器了。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马尔巴斯之矛啊，它的配色呢，这种水蓝嘛，或者都是特殊的这种青绿色，看上去非常非常的舒服啊，蛮少见的一个干净剔透的一个颜色。那身上的关节也是比较偏紧的啊，那头部的话呢是一个球形关节，左右转动没有问题，后面的翅膀往上推到底，手臂的平举，二头肌可以转动，手肘呢变形的关系的话呢，它有一个多重折叠，所以它手可以转超过于90度。这个手臂替换手在装的时候呢，就是稍微这里要顶一下，不然按扣下去的时候呢，这个是手容易收进去。腰身的话呢是可以动啊，不过后面的这个造型会稍微去限制一下，你可能要稍微的让它做一个低头的一个 pose 才能够做一个腰转，这个的话在变形的时候呢也是需要注意到的。那裙甲的话呢，左右两侧是共用一个零件，要翻就一起翻。那翻起来之后的话呢，就是可以提供更多的一个脚的一个可动，膝盖的话呢也可以弯超过于90度了啊。它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双动的关节，脚的话呢没有脚后跟啊，应该说脚后跟的话呢，就是一个这个后面的推进器不是不够往后退了啊，所以这个人物的站立性稍稍有一点点点的小弱，当然也不是说完全站不稳了啊。后面的话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飞机的头部，那比较可惜的是这个头放在后面全靠这个球形关节的紧实度，它本身左右的话呢是没有办法去扣住的了啊。那作为一款应该算是主角的部分啊，毕竟它组成了头部了啊，它的整体的一个造型的话呢，看上去还是非常非常帅气啊，有一个队长的气势。那我们来到它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那个拳头收进去的时候呢，说明书呢好像只是说要旋转180度，但是我觉得有转跟没转好像差别不是很大了啊。那我们的话呢，把这个胸口跟身体这个地方分开之后的话呢，头转180度，然后呢给塞到内部去，这个头要摆正一点。然后呢，我会建议吧，在这个时候你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白色的凸，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把这个飞机的这个顶部在这个时候先旋转好，然后再往前推下来，你看到这个地方啊，有这个凸跟它的一个结合，先把这个水平尾翼先推到一边，然后呢这个部分就推下来，然后顺势的再把它整个飞机的这个头部给往下压，把它给扣进去。那我们先把腿也给变完好了，腿的话呢先把脚后面这个地方推拉出来，拉出来之后的话呢，把里面这一片部件啊给翻出来，整个部件的话呢就完整了啊。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先把它给推出来。好，到这边，那再来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先把这个脚的话呢给往前面推过去，只要把脚斜肩推出去就好哦啊，这个脚后跟的话就不要推的。那我们把这个两个腿的话呢可以先做一个简单的小合并，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腿的话呢做一个缩短往前推。我是觉得啊，先合并再往前推可能会比较好处理一点。那它这个地方一样啊，这个地方啊有一个白色的倒钩啊，扣进去这里啊， OK， 扣进去了啊。
那我们就把这个后面的垂直尾翼给摆正，后面的推进器的话呢，以把这个造型呢尽量把它贴得好看一点点。好，到这边，那最后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手臂啊转到这一侧，转到这一侧之后的话，这个地方有个关节要推进来，这里推进来是这个样子啊，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蛮特定的一个角度，你把这个推进来的时候呢，它是这个白色部件往下折，然后中间一个连接杆是要这样子再出来，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必须要再推出去，它等于是不停的呈现一个 L 型这样子， OK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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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过来，这个时候呢这个青色的这个凸呢才能跟这个白色的这个洞的话呢会刚好的话去扣进去啊，当然你也可以无视我的说法了，你就是硬把它扣进去就可以了，但是一定前提是这个地方推下来，然后再往上折，然后这个地方已经是侧边到这里，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这样推进去啊，特殊的推法这样进去，好，然后到这边侧边来，它才会刚好去扣上去。好，那这个至于这个翅膀的话呢，好像就是调整到一个你满意的一个角度就可以了，它是没有办法去卡紧的了啊，那我们就稍微对照一下合规，摆出一个适合它的一个形象，而它也是有这个起落架的，我们就把起落架一起给翻出来好了，它的脚底有这个起落架，把它给推出来。好，那么这个地方也是有的，这个地方的话呢，如果你觉得不好推啊，就使用刀的话呢把它给翻出来。 OK， 那这个的话呢就完成了我们这一款马巴斯之矛的一个机器人到战斗机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它的载具形态呢，底盘呢还是稍稍有那么点厚吧啊，那这个起落架的话倒做得很长，完全可以把它正常的支撑在这个桌面上，玩具的紧实度还是很好，虽然说它的一个翅膀六片的翅膀呢通通都没有固定的一个卡榫，但是它本身就是依赖关节的紧实度呢，硬是把它给可以固定住了。那驾驶舱的部分呢也是琥珀色的一个透明色，整体的配色看上去依旧是比较舒服的，正面来看我觉得还算是相当不错的一个载具形态，变形也是很简单了啊，就手臂往下放，头往后面翻进去，腿缩短啊，基本上呢也就变形完成了啊，是非常非常非常容易上手的一款玩具。那最后呢我们就来展示一下它的合体的一个形态，首先的话呢我们从机器人的部分呢转移过去啊，比较简单一些，我们把这个拳头一样给收纳进去啊，把胸口跟背后对，胸甲要拆下来啊，然后呢前后分开，头部一样翻转过去，把头部呢给收纳进去。好，上半身的话呢先回复到这个位置就行了，然后呢我们把下半身的话呢给做一个前后的一个翻转过去。好，再来的话呢两腿呢做一个简单的合并之后的话呢，把这个所有的翅膀的部分呢推成这个方向。那接下来的话呢，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它的一个位置，我们先把这个头部这个替换了这个大头从这个地方扣进去，如此一来呢你就知道 Q 版化，这个呢是它的一个正面了，然后背后的话呢就是把它的这个脚折这样，注意它这个地方有一处的关节，这个关节不要折到，我们要保持这个角度过来，你会发现的话呢这里啊，对了，这个两个脚直接的把它给推出来，这一次的话呢变成飞机的时候呢后面的推进器不用推，但是呢变成大合体的时候呢这两个黑色的这个部件要一起推上来。好，到这里那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凸，这里有一个 C 型扣，我们要把这个 C 型扣给扣进去，那就是要利用这个人物原本的这个膝盖的一个位置这样子把它包覆进来，然后呢手臂的话呢你自然摆到这里就行了。好，推下来，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我们尽量的话呢让手的话呢是推到比较靠下侧到这里，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大合体的这个部件呢，这个马甲的话真的是一个胸罩把它给穿上去，你可以看到后面有两个蓝色的凸，它要扣这两个白色的这个洞，那我们就这样子把它给扣进去，扣进去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这两个手臂的话呢会刚好从这里面给放进去，然后后面这两个地方呢也把它给压紧，最后的话呢胸口的这个地方扣上去的话你就对准大家一个相对的位置把它给卡进去，先卡其中一边，另外一侧的话呢就自然而然的硬强行的把它给扣进去就行了啊。里头的话呢由于机器人的本身有身体有非常多的关节，
那没有卡扣都没有关系，反正最后呢，你只要能够把这个大合体的这个外装甲把它给包上去，整个一捏啊，基本上它会全部到定位啊。基本上呢，这个组合呢是非常简单的。那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最后煞星合体之后的一个胸口还有一个身体的一个部分了啊。来看一下这个精美的一个头雕啊，果然是一个狮子的一个造型啊。胸口的话呢，就是一个飞机的一个头部往下折，一个 V 型的造型啊，非常勇者系的一个感觉。背后的话呢，有两个像推进器一样的东西。那最后的一个合体的部分的话呢，我们就留待所有全员到齐之后啊，再给大家来做一个展示吧。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这一套煞星小队的第四个成员马尔巴斯之矛系列故事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